好嘞，乡亲啊，上新的消息，这个移民署有官员确诊为着新冠病毒，而且这个官员阁是移民署国会联络人，有伫个5月70日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同工甲伊同一个场合的官员，包括交通部长王国材等人。据悉，在5月10日的时候，该人员有参与这个我们交通委员会的相关的这个备询。要呼吁所有交通委员会的委员跟国会的助理随时要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自主健康管理。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到立法院我们来进行远端的办公。根据了解，这个移民署的官员目前是属于轻症，需要做这个居家隔离。也不过，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有不少的立委是真紧张。啊，当天在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恐惊也要特别注意。